去海边的这件那个穿泳衣就单穿的那种超性感的那种，这件官网我们有放单穿的照片，哦哦哦，但是这很好看啊。这件我之前去试穿泳衣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看它旁边都会挂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服装，然后我就会拿起来套，就说哇，天哪，这也太适合去海边了吧。这件就是我可以两穿，它是可以两穿，真的夏天海边你就照你刚刚那样穿，就是里面穿个比基尼，然后直接穿。但是你平常里面穿个 T， 也很好看。对。然后后面是交叉口。嗯，然后上衣是现在目前排行榜第二名的小包袖棉麻 T， 然后就是这样，我们已经穿了第三次了。对，就是它是这样子，就袖子有点小切袖，就是一点小切袖，然后 U 领。然后棉麻材质，这件真的蛮好搭的，我们就不要多说。小白 T， 那白色会透，它另外两个颜色的话可以直接单穿。它总共三个颜色，一个是白色、咖啡色、黑色三个颜色。嗯，白色单穿会透哦，然后另外两个颜色是可以直接穿的。然后其实都是会透啦，就是小透光的那种。不是吗？是真的，就还好。然后白色的话，我觉得是拿来内搭很方便。就是你如果你不想要穿背心这么露的话，其实有点小包袖的感觉是 OK 的。然后洋装它是没有内里的，它就是腰松紧，然后没有内里。腰松紧，后面才松紧，后面腰松紧，就是其实松紧度很大，大家可以再看一下，就是松紧度其实很大的。所以它尺寸是很 OK， 然后它是没有拉链、没有扣子的，所以是直接上套或下套的穿法，就是两种这样子。那雷银材质，所以穿起来是很凉爽的，然后有飘逸感。三个颜色，咖啡色，然后蓝色，然后跟白色，三个颜色，总共三个颜色。很度假。对啊，这种很可爱。它图案非常可爱，而且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可爱。嗯，白色，白色可能会白色就穿浅色的下半身吧，不然就是直接就是你知道比基尼就不用担心。可以，我觉得穿比基尼去海边的时候，对，还蛮适合的。啊